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安以轩21日因身体不适就医，医生诊断有生命危险，紧急动手术保命。而病因是为宫外孕，所以必须即刻开刀治疗。目前在老公父母的陪同下住院休养。安以轩虽不透露病因，但有台湾媒体爆料，她其实是子宫外孕，才必须紧急动手术。她疑似因腹痛、阴道出血就医，之后被诊断出子宫外孕，只好取消原本排好在兰州、西安的工作。21日紧急搭机返台，在台北荣总办理住院手续。目前手术已结束，她也在微博上报平安。经纪人稍早回应表示，目前状态不宜打扰他，让他好好恢复健康。37岁安以轩2017年和澳门德进集团 CEO 陈荣令结婚，肚皮进度备受关注。婚后怀孕消息频传，但每次都是乌龙一场。他结婚时曾被问到有无养小孩的计划，自嘲我连养鱼都养不来。如今肚皮动静又成话题，健康状况还因此亮起红灯，让粉丝担心不已，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